今天上午的时候，那个中介的跟我打了几个电话，我没有接到。刚刚因为一直在外面忙，所以我现在回来了，我看到有未接电话，我现在回给他，看看他怎么说吧，好吧。好了，我现在打给他了。看他怎么说。喂。喂，你好，啊，哎，你好，对对对，你自个儿给我打几个电话，我在外面忙，没有接到。这样的呀，兄弟，在这里都昨天来的呢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这是做按揭，知道吧？做按揭，我们那个权证的昨天也给你联系了，昨天联系的意思想叫您都是过来到银行这边提交资料，然后去做面签，都申请银行贷款这一块儿。申请银行贷款，不是方总都联系不到吗？现在，方总联系上了，方总的话，他那个就昨天晚上给我们推过来了，他的手机有问题的话，他修好了，他的。哦，手机有问题，那他的手机有问题，他妹妹手机也有问题吗？不是亲戚都联系不上。那为他这是的，他妹说的，那他妹不当家呀，他联系他的话，对吧？他还联系不上哥，他还不知道咋回复，他还没有接，都这样的。那既然联系上了，你都让他把那个定金、把那个意向金退回来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们因为五一几天假之后我们就要走了，现在正在准备了，可以吧？你都一直不考虑这房子了？肯定不考虑，这方总这么不靠谱，你感觉我还会考虑吗？那如果以后他还翻小史咋办？你这？直接过户你名下来说的哈，你到现在的话都是你见到房本欠的付房款都直对接。呀，我到现在也没见到方总，也没见到方本，主要是我没时间了，明白吧？等我到时候回来之后再考虑吧，好吧？我就说等我到时候忙完事儿，我飞这边之后，我们再考虑好不好？再谈这个事儿。到现在他房东回来了，到现在房门走了，到现在到还你给我付钱吧，你再付房之前还说过，他房东他现在房本还抵押在银行，对吧？这大事。他那边当天结押，当天都可以出证了，对。当天结押，当天出证，当天过户吗？难道？那边银行都不用提前预约还款的，我们这边都给银行都确定好联系好的，你知道吧？都等他回来，意思都是结押办证，都直接过户的，都这意思。咱啥也不说了，好吧？我真的是没时间了。如果在10天之前你这样告诉我的话，我肯定没问题。但是现在是没时间了，懂吗？是你们把时间拖到现在，从我们4月16号签合同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。我们真不想拖呀，是我们一天都找人把这给对弄呀，那就我们没时间，那说明房东是不想卖房嘛，对吧？如果房东真想卖房的话，早都回来来办这个手续了，没必要拖到这么晚，对吧？搞得我们最后没时间了。我明白呀，咱们办手续不是也得带有时间？你说你会卡，那就我跟你说，那就这样吧，等我们到时候回来再考虑这个事情，好吧？你现在这样放，你要说你把钱给房东了，那么你给房东说让他意向金退回来就行了，好吧？别的话我都不多说了，好吧？就现在最后两天时间了啊，这两天最后两天时间，可以吧？记得办手续不就好了吗？考你感觉还有几天放假？你告诉我啊，几个办手续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五一之后都要离开了。从我们签了个样金，我都告诉你，告诉我两天之后都房东回来，两天之后房东回来，一直拖到现在。咱不带这样玩的，这样的话你们这个没诚信，我以后还买房子，我还找你吗？啊，不多说了哈，我都等你们的消息，好吧？OK，好，OK，行，那挂了啊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情况大家听到了吧？刚刚我跟中介打去电话了，他也说了，他说昨天晚上他突然联系到房东了，然后房东说手机出问题啊或者什么，然后他说房东的妹妹又说这房子跟他没关系啊，所以他就不接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听他的说辞，
80%以上，我感觉还是说是假的，联系不到房东是假的。他说昨天晚上房东又跟他回电话了，然后说今天马上就能把他的房子从银行解押出来，然后马上能过户。大家可以听到他说的，最后两天时间，他说能帮我把所有办好，就这个意思。是不是我们不想买房啊？真的是这个从4月16号签合同到现在。整整拖到我们要五一放假了，我们五一过后要离开了，整整拖到现在，哎，真的好无奈啊！现在他联系房东了，我就看中介能不能听他的，就是让房东把意向金退回来，因为这个房子我们不交易嘛，没有交易，意向金是可以退回的，因为我们合同上面也写的有，时间也写的有。如果这两天他退不回来的话，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想办法来，报公安。我看大家的评论。要么就是说去房管局来投诉一下这个事，我们打电话给市长热线，然后我今天也收到短信了，说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，所以我们就看中介这边愿不愿意退这个意向金，好吧，我们大家一起看吧，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，我们都会拍视频来做记录的。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出很多意见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那今天就先这样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